点十九分。嘿、hey, ，我们到了这个大雨里呢，然后我们今晚就会在这里过一晚。嗯，在这里，因为明天我们出发去碧阳纵走，所以要先睡一晚，先煮东西吃吧。因为上一次他煮过这个汉堡吐司给我吃，然后我上一次我就说切一个，哎，那个起司片嘛，然后今天就有加起司片让我试试看好不好吃哦。第二次品尝，嗯，嗯，好吃，看。咁咧，我哋依家就7点钟啦，喺呢个大屿岭出发去呢个北麓山嘅登山口啦。咁咧，依家呢个就系喺呢个嘅公厕嘅隔篱啦。咁我哋依家就上山啦。同埋依家天气劲好咯，正。往北20林道替代路线上去。咁咧呢个就嗰个探方嘅地方啦，所以咧我哋咧就要行呢条咁嘅路线过翻去嗰个820林道。哎，有拍照，太好了！太棒了，有拍到！有拍照，你看，哎，有病哎，可以小心一点吗？我们现在全员成功下完这个高药路线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爬过那个玉山东峰西加难度的人，你呢？感觉如何？没有问题啊。而咧分咗条路咧，就我后面呢度啦，劲似我上次去南湖大山一样咯，都系崩塌嘅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咧就行翻呢条林道啦。咁呢个林道咧就要8.4K 啦，咁就要行3个钟头左右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继续出发啦。咁依家咧就系行呢个咁嘅梯级上去啦，几得意嘅。冇呢条梯嘅话，就应该真系行唔到上去啦。系咯，咁依家到我。7.5K 处有个公鸟，很原始，真的，很简陋。哇哇，这里的水都满起来了，很可怕。我宁愿在这里，我宁愿在这里搭帐篷，也不要睡在里面。对啊，除非下雨了，下雨我就会躲在里面了。无法想象，我们还是继续努力比较实在。就喺呢个咁嘅瀑布区啦，咁啱啱就喺呢度咁嘅过滤咗呢啲水咯。给我看看你的水，哎，两升水，这就是我们今晚的晚餐用的水了，就是在这个干净的河流。咁咧，我哋依家就到咗呢个分叉口啦，就系上去嗰个北麓山，仲有2K。
唔係 1.6K 咯，係咯，咁就行呢邊。今天就是邀请了这位琪琪来陪我走这个 B 阳纵走。其实我是知道你会觉得累的啦。我不是觉得累，嗯，我只是建议大家不用来这里，因为这里太无聊了，又臭又长，然后有一大堆踩到脚都湿掉了。那、啊、你如果想要展现说哦，你可以走完 B 阳纵走很厉害的话，那你就来挑战看看，因为确实是蛮恶劣的环境的，嗯，确实也可以想象说当时那些人为什么会走到迷路。确实有这个风险在。嗯，好的。咁咧，依家我哋行去北麓山啦。咁就系做咗两 K 嘅。咁咧嚟紧呢两 K 咧就系上升高度咧就有700米咁高啦。咁我哋等阵咧沿路咧就系上坡嘅。咁就有啲攰啦。咁依家就真系准备上啲咁嘅后边呢啲咁嘅路啦。真系好闷咯呢度。希望快啲睇到光顶柱嘅画面啦。加油，琪琪！加油！就是因为你让我看不到妞妞了，你快点跟妞妞抱歉一下。妞妞爱你，我本来想要搭妞妞的车回去的，结果你追不上妞妞了，可怜了，可怜了，那去走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9.6K， 然后我们遇到一个超级险峻的，它真的是90度往上爬，是应该还好啦，因为它有这种踩点。我觉得到这个山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很累。瞬间走上那个太难了。嗯，我觉得轻松，我没什么感受。哇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两个的脸跟他们两个的脸有什么差，就是我们两个比较沮丧啊。对，然后其实上到来这个宫顶处，我是觉得蛮好看的，没有到那么糟糕啊。你看360度鱼海哎，中央街在那里，在那里超美的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拍照了。咁就我哋第一个山头啦，咁呢度咧就位于10.4K 啦，咁但系咧我哋用咗10个钟先上到嚟咯，我哋用咗劲耐劲耐时间先到嚟啦，劲攰咯，即系我哋一个钟头1公里啦，真系好鬼慢。但系咧嚟紧我哋就要去嗰个巨东山屋啦，咁仲有成3公里要行咯，咁就会经过5连峰啦，5连峰就系喺呢度，1、2、3、4、5咯，系咯。咁第一陣都會幾扯下咁，咁我哋要繼續努力啦，因為其實依家已經下午4:30啦，所以我覺得我哋一定入到黑咯，等陣就會，所以就要同呢個 B 路山講拜拜啦，因為我咧，我下一次唔會再嚟噶，呢個山我唔會再嚟第二次噶，太辛苦啦呢度真係。咁依家咧就沿路過去呢個5連峰啦，咁咧啲景色勁靚咯，大家睇下呢度雲海啦，呢度。就是那個5連峰啦，咁隔離都係雲海咯，勁咧！
咁咧朋友就话五连峰咧就落波居多啦，所以都还好啦。咁我哋大概仲有三 K 要行咯，咁我哋继续加油。三公里走五小时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煮我们吃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今天煮什么吃。我爹，这个是港式的萝卜糕，然后我们的鲑鱼，太爽了。对啦，这就是我们两个肉食者的呀。然后你啦，我这个是素食者吃的东西。还有这个玉米。有没有港式的感觉？这个是我爬了十几个小时的地餐，おいしい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よ。值得了，我觉得这个爬山值得了。4:44啦，我哋喺度煮早餐，我食麦片，阿芝芝食饭，然后我在吃面，跟他吃了螺蛳粉，对，然后大家昨天是不是睡得超好？还不错。哇，你们很爽，睡都有熟睡，那这里很赞，你没有？我一般都没有。哦。那你就今天可以努力爬完羊头山了。不然会不会很累？啊，应该不会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吃早餐出发。咁咧，我琴晚瞓咧就瞓得 OK 嘅，即系有时会冻醒咯，但都 OK 嘅，呢度好舒服咯。跟住咧，我开箱下呢度先。床号1到6号，那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衣架。它、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加压带，是用来把你整个人放在那个窗里面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它加那个压力然后你的减小减小你的那个高山症状。然后一进来这里还有一些桌椅子啊，还不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有六双。对，而且这里还有灯呢，不像山屋那些哦，7点就要关灯了，这里都是可以直接开关开关的。最特别的就是 USB 充电，还有这里你的不是木材哦，感受得到吗？这里，这个是那个像蒙古那样的感觉，很像蒙古包，还不错，评价。这个就是脚东山屋的现货啦，咁后边呢个就是洗手间啦，咁呢度咧就有两个房间嘅，咁出边咧呢度咧都有两个台咯，系咯，咁其实呢度都虽然几细下啦，但五脏俱全咯，我觉得。咁咧，我哋依家就5:46行呢、這个往呢个羊头山啦、啊。咁其实咧呢座山依家就系得我哋四个人咯，好幸福啊！咁我相信等阵咧羊头山当我哋包场啦。哇，到了一个山头咯，玉山东峰，好厉害！一个牌就是一个山头了，哈哈。对，3.4K， 3.4K 处。没有几点，没有几点，对啊，我也是觉得这个牌一点都不好看，我们还是看这里比较好。看那边，快点，哇，咁依家喺呢个3.8K 处啦，就系往羊头山方向啦。然后邀请这位阿金第二次来羊头山的人，来讲解一下
之后的路况是什么？等一下就是走 1.1K， 它都是轻松的，比我们从碧路那边过来还轻松呢。赞！来回可能两小时。OK，好的，那准备喽，好，快走出发，走。米到达呢个羊头山啦，好，即将走出呢个森林，前往呢个灵芝啦，哇！这个我们队之中最弱的琪琪，最废的一个电玩宅。你昨天有跟我讲说羊头山比较漂亮，没有，碧路山比较漂亮。碧路山比较漂亮。对，其实它两座山都蛮漂亮，嗯，它是坐落在中间，所以你可以看一整片的环山，嗯，都是各种白月，嗯，是蛮特别的。对，但是从那个大雨岭上来那一段真的是太可怕。所以虽然你前面那个林道走得很快乐，嗯，然后还有一堆水而已，那个雨鞋就过了嘛，嗯。我都没穿雨鞋就已经很不爽了，嗯，然后还有我们昨天回程摸黑的时候，那个下切那一段也蛮可怕的，那个泥土都超滑了。那阿金的攻顶感受呢？这边是我第二次来到羊头山，嗯，我觉得因为两天一夜的安排避羊重走，我觉得有点轻松，难度啊，而且这个很可爱，赞哦，自己配合这个羊头山。这个我们队最强的，而且也是香港人。不强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对我来说最特别的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摸黑去爬山了。那我昨天是蛮兴奋的。因为我应该有超过十年没有摸黑去爬山。我最近有试过去，比如说早上一早。三点钟起来去爬山，但是摸黑，嗯，晚上摸黑就真的没有兴趣。嗯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行程也是蛮特别的。哎，啊，还有我在台湾现在完成这个羊头山，应该大概刚好完成了30个百月。哦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成就吧。对，不错。对，赞。OK， 就大概就这样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刚刚。他们已经讲了那么多了，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要讲的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其实昨天是走了15个小时了，我真的是觉得蛮硬的。但是真的是谢谢我的队友一直的照顾我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攻顶感受。咁我哋咧依家8:30啦，就喺呢个嘅羊头山落翻去我哋嘅慈恩隧道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大概就会用3个钟落翻山嘅。所以行程好轻松，3个钟头就到达我哋个慈恩隧道啦。所以，今日我哋行程就咁结束啦，超轻松，开心。阿金要准备帮我们追11点的公车，2个小时要下到登山口。加油！拜拜！哇，最后100米咧，翻翻我哋个慈恩隧道啦。我哋依家睇下慈恩隧道嘅最新情况啦。咁我哋依家就翻出嚟呢个羊头山嘅登山口啦。咁咧，大家睇下先。我想讲咧，呢个路程需要2至3天，佢真系讲真噶咯。因为咧呢度咧真系2至3日真系会舒服啲咯。你睇我哋行咗2日1夜咧，都已经咁攰咯。你行3日嘅话咧，就会舒服啲咯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就喺呢个慈恩隧道嘅上方啦。咁依家我哋准备落翻去嗰个下边啦。
咁就會經過一個小叢林。好好彩嘅係今日我哋咧落山都係落波咯，太幸福啦！唔係上波。哇！咁呢個咧田恩隧道咧就係羊頭山嘅登山口啦。咁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即係單去羊頭山落翻嚟，咁下次再北麓山啦，就冇縱走，因為縱走其實真係好攰啦。咁今次我哋咧縱走就係羊頭山落翻嚟啦。哇！好正啦，咁一次攻咗兩座山啦，開心嘅。咁呢個就係登山口啦，幾特別下嘅呢個登山口，我覺得，咁一嚟就等我哋個朋友翻嚟接我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嘅旅程咧就咁樣完咗啦。哇！我们的朋友来了，哦、来了，来了，要我们要过去了。啊，太厉害了！过去太厉害了，耶、yeah ！太好了。最专业的接驳车终于。对呀、啊，最专业的接驳车。有搭到公车就对了，没有？啊？真的、啊？没有公车啊？没有公车啊？待会再跟你讲。哈？只能先。啊？哦。先好。好，谢谢。没有搭到公车，为什么可以回去大云林？你是遇到好人吧？算啊，就我下来到登山口之后，那时候就没有网，我想查公车，但是没有网路、所以我就查不了。然后我就问那个道路养护的车子啊，就有一个那个司机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慈恩的公车站牌在哪边？”他说他也不晓得。然后我就问说：“那现在那段是通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喏。”现在是封闭的、所以任何车都不能过、只能等它开放了、像今天早上就是九点的时候、又有落石下来、所以又紧急又封闭了、等他们 清理之后确定都没有什么落石才在11点半的时候就开放通车、然后大哥就说我就直接载你到大屿岭就好啊，免费哦。对啊，他说啊，不然等你朋友一起直接载过去。我想说，我就说他们可能会比较晚一点点到，所以我就先就麻烦大哥先载我过去。哦，真的谢谢他了。哇，那个都倒塌嗰个位啦。正面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倒得很严重哎。幸好我们今天能过哎！咁依家我哋就嚟到呢个台湾最高加油站呢个海拔2374嘅中油关源点啦。咁呢度咧就好出面有个粽啦，同埋咖啡啦。咁依家咧我终于可以买啦，因为我依家第二次经过呢度啦。咁希望佢有粽卖啦，因为上次佢冇咗粽卖咯。系咯，咁依家嚟买下先。咁呢度就有呢度出名嘅嘢啦。系咯，咁我就谂住买呢个同埋呢个，试下好唔好食？啊，两个柚种跟两杯咖啡，嘿，好可爱的花哦，太开心了！哇，好温暖哦，暖暖的。哇，下完山马上品尝这个关原车站的柚种啊！哦，超好吃的，它的饭超大颗的，看到吗？还是因为下山才会那么好吃，还是它真的那么好吃？这不知道。然后还有咖啡，一杯咖啡两杯加起来才70块价，70块，赞。秀林乡富细村，哇！如果叫 Uber 可不可以来到这里呢？哦，好好，我不会。下山后直接熬，哇，赞！没有吃过的人，这个是没有吃过，对，而且超便宜的。
刚才一样，刚才一样。对，赶快吃。